Stokose. Hes, felon. Neos Elines. Na υποδίονται οι ώρες του κινέζικου δράματος σε ανάλογα φέστιβο. Yeah.
你所说的是不是他？我说的正是他。拉伊俄斯家里的人吗？是干什么的？拉伊俄斯家里的奴隶，这大半辈子都在卡泰隆山放羊。你还记不记得你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？ 他带着两群羊，我们在卡塔隆山上住过3年半左右。我说的是不是真事儿？还记得那时候你给了我一个婴儿，叫我当自己的孩子养着吗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干嘛问这句话？哦，好朋友，那时候的婴儿就是……老头，不要骂了，你说这话，想就自杀了。 一切都一样，我成了我父母不应当生的儿子，娶了不应当娶的母亲，杀了不应当杀的父亲，生下了不应当生的儿女。 当用什么样的眼睛去面对我那不幸的父亲？苟活在这个世界，又有什么可靠？什么可爱？什么样的问候？听了能够使我高兴呢？我这特拜臣最高贵而又不幸的人呢？ 已经彻底丧失观看的权利了。如果有方法可以闭塞耳中的听觉，我就一定把我这可怜的身体彻底封起来，使我彻底不闻不见。
当我对自己不能再有半点的姑息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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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杀父的凶手，母亲的丈夫，天生气绝的人，我已经自愿承受那命运的无尽惩罚。这世上如果还有什么更深重的苦难，那就让我俄狄浦斯一个人承受吧。奥林匹斯的大神宙斯啊，你的子民唤求你回忆起各拜昔日的荣光，悲悯这可怜的俄狄浦斯，他被命运女神玩弄掌间，能同他那可悲的高贵复仇之神的脚步一刻不停息，所有的预言都已经实现。蜘蛛环绕的特迈神庙啊，你可曾见证如此惨烈之象？人世间最难以想象的灾难降临在了这曾经最幸福的人身上，可怜人弄瞎了双眼，流浪于那贫瘠的荒原上，他自愿一人承担着说不清的罪过，忍受着无休无止的折磨。奥林匹斯山巅上的诸神啊，求你从翻滚的云端聆听。